第22季第二集。咁啊，一开波就二战。系啦，好耐冇讲啦，德哥。German喎。系啦，咁呢个值得讲下点解咧？除咗佢德军二战之外咧，其实咧。星戰的 Sand Trooper 點解講星戰呢？個 Sand Trooper 的原型就喺度啦，得啦。同埋大家都可以見到揸鼓 F set 嘅指揮官用頭部，好多係啦，好多呢啲影子喺度嘅。大家都知道揸鼓係個概念係嚟自邊度㗎啦，咁所以變咗喺呢度。冇錯，淋漓盡致。影影嗰個人頭先，嗱，你大家留意下深水清嘅朋友咧，你會覺得呢個人頭咧係好似某。演員嘅邊個啊？係咪已故個男主？已故嘅一個演員啦，係啦，《Spartacus》入邊嘅第一季嘅主角。哇！又係佢？二次啫，二次啫。咪先，《Spartacus》你講電影？電視劇嗰套早。血雨山。Yeah！曾經睇嘅。哇！勁喎，的。我睇啊！嗰時候睇嘅。好睇嘅。點解睇咧？因為嗰陣時咧。欣賞一個 ACI 的產品，啱唔啱 ACI？ 果然係專業的玩具攝影家。係啦，冇錯，一位攝影家咧都係係啦，被好欣賞之下咧就走去拍啲嘢嘅。哇 ！OK 靚啊！點解我寫 Sand Trooper 咧打鏡頭咁影影啊？所以 DID 嘅產品咧，你拎出嚟仲唔係 Sand Trooper 嘅原型？就係即係 DID 嘅 signature， 全身都係 DID。好靚啊！都好貼身，誇張。即係佢誇張嘅地方咧，就係佢所有嗰啲，你唔好理佢做唔做到一比六嗰個比例，所有嘢，可能你會覺得佢嗰啲線部可能會粗少少，即係啲線嗰啲針與針之間嗰啲距離。但係佢乜嘢都係車俾你，乜嘢可以開得嘅嘢，佢唔係用膠啤嘅，乜嘢都係聯俾你嘅，因為聯嘅嘢係最貴噶嘛。係啊，原諒我走去揸住佢先，因為咧我真係驚跌咧撲爛咗佢。啊，好，邊啲位好 fidget 啊？其實不是，因為佢所有比錄咧都係你知啦，全部一件件都係做啦。啊，呢個頭盔係金屬嘅，嚇咁可以拆得，你可以啊 OK 嘅，因為咧依個係德軍嘅頭盔嘅內容嚟嘅，佢做埋，即係其實佢冇必要做。好靚喎，黐線嗰個頭。而個頭盔咧要信唔信啦？佢係用真係金屬衝出嚟嘅，我呢叫衝壓啦。哇！佢連哇大佬重點係咩啊？氣窿都做埋出嚟。莫講話氣窿，啲舊化幾靚啊，幾自然啊。係啊，嗰個揮毫好精細，生產線嚟講咧，做到呢種教法係幾高端嘅，其實，即係其實手工藝咯，我想講，係啦。其實玩呢種嘢算唔算係小眾啊？其實嚴格嚟講，我覺得係小眾。我覺得個頭罩都好靚啊，俾人。嚴格嚟講係小眾。我未見過呢啲頭罩。呢個其實係德軍嗰個頭盔內籠嘅罩嚟。斜少少，斜少少。傾嘅傾嘅，係啦。嗱，你睇下。我哋唔係有心將佢除出嚟，不過咧係咁嘅。呢個係嗰個鏡筋啦。咁我哋慢慢將佢分開睇佢真人樣啦。咁啊，呢個啦，因為沙漠咧，其實當時咧，係咪應該冚翻個頭盔？哦，好啊。佢二戰咧嗰陣咧，就因為太多沙，通常都係戴個咁嘅頸巾咧，就遮頭啊、遮面啊、防沙。但係幾有型喎！呢條巾係好有型，同埋戴埋個黑超咧。係咯。其實真係要條帶嘅。哦。喺沙漠咧，你唔戴咧，即係眼都盲嘅。係啊。哦，除咗個。所以呢個就係原型啦。嗱，咁啊，日樣就啱啱俾大家睇睇啦。一現場砌翻，我哋就呢個嘢真係好癲。呢個係遠身嘅，好靚啊！呢個係啦，我俾你睇下先。呢個嘢係遠身嘅，係 PU 嚟。我想問一隻呢啲咁大概幾錢嘅？而家去到$1,000咯，要咁仔細，千松啲蚊。你諗下，比較起 Hot Toys 啊，或者其他品牌嘅，其實呢個係好平，抵啊！好多嘢啊嘛。好啦，而家俾個真樣大家睇先，個人樣。哇！你聽下個頭盔聲，好有金屬 feel 啊，大佬。聽下頭盔聲，真係唔講笑真係。sorry 唔緊要，冇有冇有。所以更加之唔緊要啦，有舊化噶。其實真係都，你睇個樣。係咯。好黐線。雖然可惜我唔識你。我唔知係邊個人嚟。總之留意下《血與沙》第一季啦，係好似嘅呢個，我真係好似啊！嗰個係第一次見識到外國人嘅電視劇嘅尺度啊！係同埋可以尺度，我都覺得佢拍得好好，個主角做得好入戲。第二季就真係，但後屘因為變咗患咗血癌就離開嘅世界嘅。哎呀！哦，個演員係啊，好好睇，佢真係做得好好。咁佢點樣安排佢離開劇組？於是就冇啊，就夠間初頭就拍咗前傳。就揾個大人做啦，跟住後屘就揾埋同一個人就扮咗佢，即係代咗只第二個人嚟嘅。哦，但係演員代即係好似 Iron Man 嘅黑人，係啦 ，Roddy 咁樣。嗯，係啦，總之第二個做咗，咁啊真係冇咁，可能第一個做得太好啦。嗯。佢已經專登拍咗個前傳嚟等佢康復，但係咧結果咧就等唔到啦，係啦。
好，講回你的產品啦。原來非洲軍團咧，點解會有人玩咧，或者中意咧？因為當時二戰德軍咧，有個好出色嘅將領啊，知唔知邊位咧？知啦，梗係。誒，冇理由唔知德國，就係隆美爾啊，沙漠之狐隆美爾啊。就咧，因為當時嘅意大利咧嘅軍隊咧，就等於一個嘅叫做唔知咩乜乜嘅隊友咧，喺非洲戰場咧打親都輸。咁跟住當時希特拉咧就唯有派咗佢外將隆美爾咧，就喺非洲度咧去支援意大利軍。咁所以有。所以沙漠之狐的名字就出現了。 DAK 就是在 Under 隆美爾的指揮呢，就同英軍是周旋了很久，也都有贏有輸，所以就他所有的歷史都是在這裡佔了很大部分、啊、所以非洲軍團有人會留意，就是因為這個，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一個項目、啊、其實呢他這個產品呢是還有一些配件的，可能幫我先首先留意了一對鞋先、好你看看對鞋是真穿繩同埋好真車，真車線，係真鞋咁樣噶。喂，呢樣嘢都恐怖啊，大佬，介紹下真係要。哦，呢個槍袋好有型。呢支 K98 啱影咗都 Yoda 添 ，Yoda 呢個唔係話 Google 嚟噶。好啦，嗱呢一支咧，佢就又係嗰個真正用 fabric 布咧，就車埋一個防沙袋啊。嚇，因為沙漠太多沙咧，風沙咧就會整壞啲機器啊、槍械咧，佢就包住咗呢支 K98。咁呢啲就係呢個牌子嗰種堅執啦，但有時我都覺得佢堅執得滯，因為其實有幾多顧客會真係好執著要咁靚，不過但係真係我都可以唔好咁執著，即係我覺得佢夠啦，即係我覺得可以即係可能慳翻啲錢或者做多少少其他嘢都得啦，已經。咁但係當然呢個布係靚嘅，如果你用膠去做咧就咁、樣可動手指啊！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我發現到佢係可動手指，黐線喎！但係會唔會之後裂啊？揸唔穩啊！我覺得。膠有可能，但係呢個技術都好耐㗎，即係唔係 DID 嘅，係即係嗰啲叫鐵線手、鐵線手、鐵線手指啊！喺大家睇下，手指係鐵線嘅，就是、按你嘅需要去。咁有著有唔著啦。但係佢應該仲有基本手型㗎喎。有嘅有嘅，因為時間關係咧，我哋冇拎出嚟。特別換啊，基本手型。係啦，另外咧就當嗱 DAK 就有一隻叫 Pin Charmer。這個呢我們叫孫中山帽，是的，那個年代很流行的，因為是在一個熱帶和有沙漠很強烈太陽呢，就比較適宜去用這種 helmet 遮曬了，是的，遮曬沒錯，其實戴了也很型的，因為我們有些官徒呢，我們好朋友拍的那些呢，一吸下去呢戴上太陽超真的很有現代感，雖然是八九十年前的東西。好，那槍呢還有一件 overcoat 的，是的，為什麼沙漠要穿褸呢？夜晚很冷的嘛，去過沙漠的朋友都知道，這些都不用怕會甩皮的，這種怕皮可能是不是，這個不用怕甩，因為它其實我們生產的叫做畫毛，畫毛是的，有些叫絲絨，有些人會叫絲絨，它其實就是針織布，就用很小的褸勾爛那個 fabric 的圈，就造成這個好像有毛毛的感覺。好鬼怕嗰啲即係咁靚嘅衫，即係滴膠嗰啲，哇！粉碎嗰種感覺真係唔好受。係啦，如果係膠嗰只就呢啲材質，係啦，正。咁但係有時候真係要做皮又冇，都唔知點講。除非你真係真皮嘅啫。因為佢呢件本身就係佢係可能仿製啲絨嘅感覺啦。啊，應該我個大盒邊咧仲有啲嘢。仲有啲咩？擺定個揸長槍嘅手勢。你擺啊！你擺啊！你。但係佢嗰呢個套係唔除㗎。是這個套，因為其實可以除的，不過我們當是它的。咦，它這些槍是不是有金屬部件啊？摸上手我覺得是重手下。是的，是的。為什麼我不說呢？因為它基本上都是這樣東西的、已經是那個牌子的。是的。必然會有的。標準來的。標準的。很久沒有介紹秘錄了，這個都值得介紹一下，因為真的。哇，它那個入彈的槍膛是動的。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叫槍膛，那個。噴是啊，噴彈那個，我經常叫那個拉雞，拉雞，我不識講。而且看得出它是金屬，因為它前面那個位置做得很幼。你阿媽看到了鏡波，我們差點跌了個 NFT， 對一對，是的，它這裡是零舍幼細的，這個位置，所以肯定不是膠，肯定是金屬，這一份，而且拿上手的重量是不同的。咁好啦，睇下呢一邊啦。我送翻緊啲啊！哇，送妻圖啊！玩咁大嘅。係係。嗱，呢個產品其實好多附加值嘅，唔係附加盡。咁咧就嗱個 backdrop 嘅。咁你 backdrop 小弟有時影啲 Star Wars 或者其他細公仔咧，係幾好用噶，真係。再嗰啲，哎呀，哇，幾靚喎！即係幾好用啊！尤其是細啲嘅公仔仲好用。係，因為你呢度就有少少穿崩。貼合係。所以變咗，儘量集中翻喺中間就最理想。係啦。
嗱呢一款咧，仲有個附加值，就係呢個砌頭。癲喎！砌頭發生咩事啊，大佬？好癲喎！呢啲我又真係唔知點解佢要加來嘅，即係有冇電？咁不如有冇電話殼啊？嗰啲咁嘅嘢啊，反正都係啦。即係都係睇到廠方嗰個堅執啊，就係即係繼續用自己嘅嘢。製造多啲俾你睇。我建議譬如杯戰啊嗰啲都好，我都好啱用嘅杯戰。或者電話殼或者杯戰，橫掂都係啦。哇！真係絕。咁咧，我發覺原來呢啲布鞋咧，除咗係一個即係非常之認真嘅做法咧，佢有一個真係好實際嘅用途，就係因為佢係可以做到個著地啊。因為通常靴咧腳咬嗰個腳踭就已經冇可動性。咁但係而家佢呢個靴我係真係用翻布咧。就真係可以屈得啦，仲可以做到貼地咯腳板。嗱，你而家見到我擘大隻腳扎曬馬咁咧，但係嗰個腳都係完全貼到地咯。哇！佢啲手有手筋喎，所以個呢個布靴係好實際。指甲係分開上色嘅喎。啊，係啊，咁緊要係啊。其實坊間你好近，但係應該係有少少粉紅色嘅，有少少粉紅色嘅。係啊，因為其實坊間冇間公司做過嘅，其實可能開胎都少見嘅。我大膽講，因為佢係再洗指甲度再上色，其實我已經 close up 就睇到嗰個分別嘅。係，有啲料到。係啊。哇！跟住背脊嗰抽水壺啊，鏟啊，鏟家啊，哇！真係唔講得笑啊！嗰啲即係呢個，我哋俾個定鏡大家睇下，因為呢啲我即係抬翻高少少嘅咧。心知肚明，呢啲未必係大家會平時會買嘅玩具咧。當欣賞下都好啊。咁啊，當欣賞下咯，即係呢度係。全部係冇膠嘢嘅，即係用部件做啦。其實呢個就係因為 A ring 啊，呢個 Walker， 因為 A ring 咧就係德軍係早期嘅基本嘅背囊裝備，佢呢個 A ring 就會掛曬嗰啲麵包袋啦、水壺。其實個桶咧，其實裝早期裝防毒面罩嘅，後期就我哋裝其他嘢啦。嚇，另外就個 map case 啦，另外呢個袋咧係其實係裝雨褸嘅。雨褸啊，即係長方形一個裝雨褸嘅。咁另外仲有位可以掛張籤，咁就夜晚瞓覺嗰陣，呢度一個就冇嘅。嚇，咁但係呢個係基本裝備啊。哇，件褸真係好靚。係啊，係啊。唔係，其實成隻嘢都真係好好高質。好高質。係啊，好高質同埋好固執，我好高質好固執。即係有時候我嚟玩玩具，去到即係有時好多玩具人喺鏡頭影住你一眼，我又攞走咗去。擺明係影個外景，影個闊景啦，全褸勁哇，件褸好靚喎。係啊，而家睇到德哥好似阿肥啦，大佬。咁啊，睇到德哥好專注個樣啦。係啦，真係好靚。哇！呢把架撐都爽喎。係啊，呢個翻釘咧嚇，呢個翻釘佢好多時係用，你知啦 ，dagger 啦就見。佢係1000蚊樓上樓下係嘛？千而家過1000㗎啦，好難㗎，而家一比六。俾佢啦！1000蚊都係一千。你一隻靚嘅 SH 都七百九百。咪咯，係咯，好癲啊！因為即係人哋講過俾我哋聽，其實做呢啲咁嘅 figure 最貴就係車衫喎。係啊係啊，車衫係最貴，因為冇得揀，人工夾冇得揀。所以即係唔怕講句，就係啲人話嚇你。啊，咁樣講衰啦，即係你買譬如Hot Toys 嘅 Iron Man 嗰啲係零舍貴噶嘛，但如果計翻個製作皮費咧，呢啲先至係最貴嘅，就係貴過你 Iron Man 嗰啲咩合金1:6嗰啲係好多嘅。咁當然有拉神幾多錢啊，或者你數量嗰啲有好多。純粹係生產成本啦，我哋。係啦，但係照計嚟講咧，呢啲係最值租嘅咯。係啊，當然啦，啲係即係。我聽翻嚟嘅啫，所以玩啱嘅 Walker 講啲玩開1:6嗰啲玩家都係稱嘅，有幾多配件啊，有幾多係部件啊，有幾多手工，其實佢哋心知肚明嘅。咁但係對於大部分嘅玩家嚟講咧，其實呢個又唔係下下要再中咯，反而就嗰件隻嘢靚唔靚啊，型唔型？個拉伸自己中唔中意啊？中唔中意啊？係咯，嚇！大家陣間介紹下嘅呢個香港公司嚟㗎。D.I.D. 我記得佢上有一次做過一隻哪吒魔啊，係咪佢啊？類似二次係。有一個係有拉神㗎嘛。有一個係有嘅，係哪吒魔係嗰個係有攞拉神。都係 D.I.D. 㗎。都係 D.I.D. 係哇！嗰只真係我，因為有一隻 display 咗喺街王啊，我老婆都話頂呱呱。係啊，真係好靚。係啊。所以呢間廠係同埋睇住佢進步啦，呢十年。係啦。嚟緊呢間公司咧，可能有啲驚爆嘅事情會發生嘅。嚇咩？哇！哼，係永遠都係㗎啦。嗱，時間地球喺度轉緊㗎嘛，咁你唔會停留喺個地步。係咪電影拉神咧？未知啊，可能喺你而家留意香港動漫電玩節嗰度咧，可能會有啲好大場面嘅公布。7月29日就係啦，今年會連續5日嘅。5日。係啊，今次5日，因為舊年係可能因為疫情關係縮短咗，正常最多都係5日嘅。嗯，好。咁到時會同大家見面啦，我睇下留意下。咁啊，而家係11:01一個骨啦。係啦。係。點導演？差唔多啦。導演係咪完啦？今晚嘅 item 齋吹咯，呢個冇我哋冇玩具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使唔使 cut 一 cut 佢先啊？呢度定係照吹啊？同埋個畫面出咗個 software update。係 Java。呢個唔咩啊？貓屎。咁我哋執嘢吹水啦。嗯，好，咁啊，係表演執嘢嘅時候啦。我今次呢個簡單好多喎，一懟落去搞掂。啊，
因為呢啲一定要砌定先。誒，爭在講埋砌幾耐啊？呢度呢個啊。